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殿宇。我的心啊，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主，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刨处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要赞美你。阿们。各位兄姐平安，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诗，新圣诗28首，天父看见雀鸟坠落。大家仍然站立，我们一起用尼西亚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我们信独一全能的父上帝，创造天地一切可见不可见万物的主。我们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在一切的世代以前从天父而生，从上帝出的上帝，从光出的光，从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不是受造的，与父同子同体，万物由他来创造，他为了我们人和为了我们的拯救，从天降临，由圣灵借童贞女玛利亚出生为人，在本丢比拉多任内，为了我们立十字架，受难埋葬，按圣经的记载，第三日复活升天，现在坐在父的右边，他要在荣耀中再临，来审判活人与死人，他的国无穷无尽。我们信赏赐生命的主圣灵，从父与子而出，与父子同受敬拜，同享荣耀。他曾托先知讲话，我们信一个圣公同使徒的教会，我们告白一个能够赦罪的洗礼，我们期望死人复活，来世的生命。阿们。请大家仍然站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你慈爱的保守与赦免，今天早上兄姐们得以靠着信心脱离罪恶的控告，同心站立在你的殿中，歌颂敬拜赞美你。
我们也深深纪念身体欠安的兄姐们以及他们的家人，信心里宣告，靠着你的恩典，他们也是与我们一同树立在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在这个母亲节的日子，求主安慰教会知会节的妈妈，她的父亲在日本牧会的李孟哲牧师突然离世，求主耶稣格外怜悯，并赐下神圣的勇气与力量，给马珍师母、知会姐以及她的哥哥，一路保护看顾寡妇与她的儿女。教会中多位的母亲为自己的儿女着急忧愁，求主安慰每一位妈妈们，擦去母亲的泪水，垂听他们的祷告，使儿女回转离弃他们的宿醒。我们当中也有多位的母亲自己正遭遇病痛，或亲人正面对病痛的苦楚，恳求上主一一的安慰与医治，就把每一位脱离病痛的忧患与凶恶。在这个世界依旧存在着许多不堪的黑暗，对各年龄层女性的攻击侵犯笼罩在都会及乡村各个角落，在徽州更常常传出少女被集体绑架出卖当作奴隶的事情。每一位少女的母亲们在这个节日心中的苦楚更是加倍。主啊，你晓谕先知以赛亚说，地上的母亲不会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主耶和华你却从来不会忘记。为此我们同心在这里恳求主施行大能，拯救这些受难的妇女少女们，安慰他们的母亲。今年以来，各地台湾各地春天的雨水明显不足，南部有许多的水库竟面临干渴的危机，恳求上主赏赐雨水，并求主赏赐智慧，让水利会等部门对民生、农业跟工业用水做合适的分配。感谢主，南园教会这几年福音施工开拓顺利进展，最新一季的幸福小组已经开始，盼望每一位慕道友都被主的爱和福音所吸引，能够持续参加下一次的聚会，也求主保守南园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更多彼此相爱、学习、接纳与扶持，赐下更多守望祷告的同工，同心仰望主，保守南园教会成为南港科学园区的赐福管道。恳求主赐恩与本堂蔡慧伦牧师通过今天的教导勉励与安慰每一位兄姐们，都同得福音的好处。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各位兄姐们请坐。起应文，我们一起用起应文第36，也就是马太福音第5章，一起来起应。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连续人的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人若因我咒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愿慈神赐福他的话语。今天廖嘉文姐妹要在我们当中献诗《圣母颂》，那歌词就在 PowerPoint 上面，把时间交给嘉文姐。
今天礼拜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十五章第二十一到二十八节，请各位看我来读。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着，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愿神赐福他的话语。今天是母亲节啊，我们教会主任牧师蔡威廉牧师他讲到题目是母亲的祷告，我们把时间交给威廉牧师。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是不是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很高兴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也是在教会当中，我们也把它在主日的时候成为一个主题。因为母亲节在从一开始美国的时候有人发起，是从教会开始的。为什么从教会来开始？我想原因很简单，是为着爱的缘故。因为从母亲的爱的源头跟从上帝的爱是一样的，有很多共同的地方。所以今天在许多的教会接纳了母亲节，成为在母亲节里面的礼拜天的时候的主题。透过等一下会送康乃馨的花，透过今天的经文，那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关于爱的主题。我们感谢母亲的爱，也在这当中来思想那个上是爱的源头的上帝。在这当中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学习，也怎么样来回应。要进入今天的主题的时候，牧师想问大家，你先想想看，如果用几句话来形容你的妈妈，你会怎么样来形容？当然这可能已经是很久，小时候一定有写过作文，写什么我的妈妈，我的母亲。美术课的时候一定有画你的妈妈。但如果牧师想说，你在母亲节的时候，母亲的什么样的事情让你印象最深刻，你想到什么？我们可能透过这来思想来回顾，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对话或是什么样的情景是你对妈妈很深的怀念，或是在你眼中母亲是怎么样的一位，或是换另外一个角度，那你在妈妈的眼中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小孩？圣经中也记载许多关于母亲的事的记载。提起圣经中的母亲，除了刚刚有我们姐妹所唱的玛利亚那样的一个角色以外，在旧约里面最常被看到的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我想那是印象最深的，因为她是一个在家里受到宠爱的太太，但是她没有小孩。所以当有一次她到那个会幕的地方到敬拜的地方去，那里要希望能够祈求一个儿子，但因为他的表现在那里好像一个口中黏黏自语，让人以为，让那个老祭司以利以为他喝醉酒。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以利祝福他说，上帝会照你的心愿来完成。而之后果然生了撒母耳，他就把这样的一个祷告过来祷告来的小孩奉献给上帝，上帝继续赐福他，让他继续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
这是我们在旧约里面看见撒母耳跟他母亲哈拿的故事。旧约除了这个故事以外，其实还有好些因着需要来到上帝面前的母亲，透过祭司，透过先知跟上帝来祈求。在很以利亚这个很伟大的先知故事的里面，也记载了跟一个西顿的寡妇的故事。这可能就不是那么熟。以利亚是他大有能力，在那个他祷告以后，那个 国家里面就不下雨，所以呢，他的当时亚哈王就想要抓他，要把他找过来。就他上帝要他躲到以色列北边的西顿这个地方，在那里投靠一个寡妇。那个穷的寡妇在那里，他们倚靠上帝的恩典，将那所剩的神让他们的饼跟油就一直都有，所以他们得到了每天的生活的需要。但在那个过程里，寡妇的儿子却死掉，以利亚在那里为他祷告，救了这一个寡妇的儿子。同样的，以利亚 的学生以利沙，他曾经跟上帝求说，愿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感动我。所以在以利沙的故事当中，就发现他帮助了两个妇人，一个呢一样是一个穷苦的寡妇，是他的一个他们的一个先知的学生，他的先生已经丈夫已经过世了，所以呢他来到以利沙的面前说他有生活上的需要。以利沙同样要他把家里的容器或是把邻居寄来的容器放在那里，开始把这个油倒出来，果然这个容器里所有的油都满了，所以呢成为能够卖掉来支持这个家庭。这是一个穷苦的寡妇，她帮助了他。但除了这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是一个贵妇，一个住在苏念的妇人，那也是在加利利附近的一个城市。她好款待这个以利沙，跟她的先生商量，要给她一个特别的地方，让她经过这里的时候能够休息。而在这之后，有一天，这个贵妇的小孩也死掉，所以呢，他赶快去请以利沙来，最后同样得到了医治。尽管在这当中，好像这两个母亲的身份角色不大一样，有不同的经济状况，但同样，他们都深信，当他们的需要来到上帝的仆人的面前，请他为他祈祷的时候，上帝就医治了他们。也很特别的是，这两个不管是以利亚、以利沙所发生的这些事情的地点，不管是西顿或是这个苏念，都靠近在以色列的北边加利利海的旁边这个地方，刚好跟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另外一个外邦的母亲有类似的经验。而这个母亲她也勇敢地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来看看这个来到耶稣面前的母亲，从某个程度来说，当耶稣在世的时候，有许许多多不同的人、不同角色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但另一个角度来看，有很多人却有相同的需要，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得到耶稣的医治，可能是自己，可能是自己所亲爱的人。而这一位出现在耶稣面前的外邦女子，她说迦南的女子也是这样，说她是勇敢不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她在那里经文中记载，他勇敢地超过了、越过了那个性别，还有那个种族上面可能的偏见，在那个地方来到耶稣的面前。但这个记载我们刚刚所看的，更特别的是，让我们好奇的是耶稣的态度。在他跟对话的过程里，我们很特别去发现，耶稣好像对他的态度不是那么友善。这段记载当耶稣他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那不是属于以色列人国家的范围，他退到更北边的地方，是暂时离开百姓，向百姓传福音，有可能到那个地方去，而在那里离开那个忙碌的生活。但是这个迦南的女子却发现了耶稣，所以她就在后面大声的呼喊，一直跟着
耶稣跟这门徒 的这群人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我的女儿被鬼附的甚是苦啊。当他大声在那里呼喊，大声的需要他的帮助的时候，门徒受不了了，耶稣一语不发。当门徒受不了了，到耶稣面前说，主啊，可否打发我们请他走吧。有其他的版本写的是说，直接翻译说，门徒要耶稣同意就把他赶走。但是在那个当中，耶稣对他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但是妇人不管耶稣所说的这个话或是门徒的这些表现，他来到耶稣的跟前拜他说，主啊，帮助我。我们会想，当好像一些的记载，当人来到耶稣面前说，主啊，帮助我的时候，耶稣就很怜悯，就是这样来医治。但也没有，耶稣竟然又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为什么耶稣用这样的话？耶稣好像如同当时以色列人习惯称外邦人为狗，一种野狗，看清他们是不洁净的。但即使这样，这个妇人也没有走掉，他反而对主耶稣说，主啊，你说的没错，但是主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了。当那个妇人这样回应的时候，我们好像有个场景，看见那个耶稣诸神看着他，心发出怜悯，对他说，你的女儿的病得到医治了。从那时候开始，他的女儿就好。不同的学者对于这段经文当中，为了解决耶稣的态度为什么是这样，有提出好些的解释。那种好像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这样的态度，或是神学上，耶稣不是要救普世的人吗？为什么只说在以色列这个时候，只要做这些事，其他的人不行，能够领受这个恩典？有学者是从耶稣的措辞来讲，他说耶稣在这里面，圣经记载的这段讲的狗，跟平常在当时所说的狗是不一样的。平常说的狗是那个野狗，可这里讲的是那个家里养的小狗，是那种比较可爱的，就好像英文里面有 dog 跟什么 puppy， 好，那个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我们翻起来是一样，其实不同。但也有人，圣经学者接续去看说，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五章后面，从二十九节开始，耶稣离开那个地方以后，他继续做了这个什么事情？他到加利利的旁边医治了许许多多的人，而在那当中呢，众人都稀奇，这些耶稣都医治了。而最后那一句呢，他们就归荣耀于以色列的上帝。从这句话里面去看到说，耶稣对于外邦人或是说其他的人，在那个附近，大家有犹太人，有其他迦南人在一起的时候，耶稣是医治的，以至于最后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上帝。意思是当中有好些人，他们说他们可能不是属于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所以他们会说归于以色列的上帝。所以换句话说，耶稣愿意医治不属于当时犹太人的其他人。而在这当中，耶稣显然这个当中特别的对这个对话里，是要让那个妇人，除了他所大声的呼喊说大卫的子孙之外，也让他表明勇敢的对那个母亲对女儿的那种爱表达出来。那个从母亲的渴望让他的女儿不再受苦的那样的一个角色，俯伏在耶稣的面前，想尽各样方法期待主能够成为他的医治。耶稣在那个看似好像拒绝的过程里，却让我们看见了一个母亲的爱在那里。耶稣曾说，他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的时候记载，他对门徒说，人为朋友而舍命，人的爱心没有超过这人，来表明人世间如果有人为了朋友的缘故愿意牺牲生命，那个爱是何等的大。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是说因为他就像是他的朋友，他们的朋友要做这样的事。
但我们从我们的经验里面，却更能够从母亲的爱里面去领略那个人在人世间当中那个愿意为子女牺牲奉献的爱。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那位迦南的母亲愿意为着他在受苦的儿女的女儿如此牺牲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妈妈曾经为你做过什么让你感动的事情？或者在你的生命当中重要的时刻，她愿意拉你一把，或是给你资助，或是将你在人生路上那个大的石头把它挪开，让你走得更平顺。在上礼拜我们周报里面都有那个更新的周刊，牧师读了一个见证，我觉得很特别，我就想把当面的见证也跟大家分享。里面是一个刘先生他写的，他写说当他出生在一个父亲很爱赌博的家庭，所以过了当他长大在青少年的时候，父亲跟母亲就在那个时候决定离婚，妈妈把他跟他的哥哥都送给他，都让那个爸爸来抚养，自己一个人就到美国去了。在那个时候，这个刘先生心中很难过，他觉得母亲怎么把他跟哥哥抛弃，一个人到美国去。后来那个时候，他写说18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在那个地方与人参加帮派，被警备总部抓去管训。直到在那个过程当中，后来哥哥当兵回来，哥哥年纪比他大，妈妈就带着就让哥哥到美国去，在那边跟他生活。当他在监狱的时候，接到哥哥的来信，知道说哥哥写说，他才知道当年妈妈一个人到美国去是很辛苦的。他说一个50几岁的妇人，小学没有毕业，到美国去做什么？有很长的时间在那里要一天工作16个小时，在那种素食店快餐店的当中计时的打工，做一个清洁的人员，为的是给小孩有梦想的机会。这个刘先生说，这个母亲后来很久才能够回来台湾一次，每次回来的时候会去监狱看他，可是在谈话里那一种难过或是那一种纠结常常让他跟他的母亲都受到折磨。但有一次当他的母亲在会客的时候带了一些他很喜欢吃的菜，坐公车要来看他，却在路上来跌倒。当他看见这个母亲有身上有受伤，带了这些菜来给他吃的时候，隔着那个会面的玻璃含泪的对他说，如果妈妈的痛能够换来你的醒悟，再苦妈妈也愿意忍受。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深深感受到一个作为母亲的自责跟不舍，那个愿意为小孩来牺牲的这种爱。但是我想这个母亲真的没有想到她的离开会让这个小孩子小儿子现在在监狱里面，那种折磨跟心痛令人难过。牧师也问我们大家，在我们成长过程里，我们母亲曾经因着爱做过什么样的牺牲？或许在这个过程里，他可能在那言谈当中，我们知道他可能放下他原本的工作，他的兴趣，成为一个在家里面为着每天柴米油盐酱醋茶付出照顾家庭的人，或是曾经忍受我们在青春期时候的背叛的叛逆，或者是为着支持我们朝着那个远大的目标前进的时候给我们许多的支持跟帮助，或又当母亲一个爱的行动没有达成原本的效果，甚至引起其他负面的结果的时候，我们又怎么样来对待看待这样的事情？不管是耶稣那个时代那个迦南的妇人的母亲为他的女儿所做的付出，或是在每个时代的当中不同的母亲的角色，面对社会变迁里特别是照顾小孩
有许多不同的压力。牧师自己在教会牧会的生活里，有些机会会看见不同的母亲的角色，特别是有时候在一些长辈的告别式里面，好像在这个生前的这个长辈的母亲没有那么多机会多认识他，或是只是在教会里认识一个年老慈祥的妈妈的样子，但从他的故人阅历里面看见一个母亲在那个比较年老的时代里面用40年、50年、60年来培育陪伴他的小孩，陪伴他的孙子孙女，看见那一种看似平凡的经历里，他没有做过什么样大的事业，就是在家里一个相夫教子的妈妈，却更显出那40-50年的坚持，心中感觉到那个伟大。也有在一些的描述里面讲起，有的母亲她需要在一个嫁入一个大的家庭，在那里要煮饭给30-40个人吃的那种家庭，甚至有的母亲年轻的时候要下田去工作，或是在一个大家族当中面对婆婆妯娌许多人际的关系里，怎么样成为一个母亲的角色，那是那个时代的母亲他们所面对的。而稍微近一点，却更多看见是教会当中我们的这些母亲们怎么样在社会上的工作，跟在家庭里面一个职业妇女所做的努力跟她的挑战，或随着家庭组成更多的改变，也有一些的单亲家庭在这当中，或是单亲的父亲，或是爷爷奶奶照顾的小孩，母亲需要到外面去工作，这样的分离，甚至是有些需要有领养小孩，或是有外籍的配偶，他们在不同的文化语言冲击下，在台湾成为一个母亲的角色，那也十分的辛苦。或是在有一些可能有后母有前妻的小孩，这当中我都在想，那样的角色是一个多大的挑战。虽然我们不能说这个时代的母亲比起其他时代更为辛苦，但是却可以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不同的母亲所面对的挑战其实是更多元更多样性，比之前还复杂的许多。也因着这样，就因为这样，我们更需要像今天经文中的那个母亲一样，勇敢地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寻求耶稣的帮助。牧师把今天的讲道题目定作母亲的祷告，原因也是这样，因为做一个母亲真需要从上帝来的恩典跟力量，我们能够来到面前对耶稣提出一个母亲的祷告。一个母亲那个爱的源头是什么？牧师作为一个男生，我其实很难想象或去理解那个在怀胎10个月的当中，那一种看着小孩慢慢感受到小孩在一个生命在肚子当中孕育的过程，那种陪伴跟期待跟24小时在一起，而在那个经历要生产的时候，那一种好像去鬼门关走过一次的痛跟危险，而当那个看见刚生产出来的时候，看见护士抱着一个刚出生健康的小孩，心中的那一个重担的放下跟释怀，我想那是一个母亲在这样的过程里跟小孩有这么连的连结。当然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评估一个小朋友养一个小孩所付出的精力跟时间，其实远超过日后可以得到精神跟物质上的回报，不是吗？但是经济学家这样算还不足以来表达那种爱的连结跟传承，是不能用能够量化出来的东西所能够呈现出来的，不是吗？早期教会有个很重要的教父叫做奥古斯丁，他的母亲叫做莫妮卡，他曾经在教会的历史中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力，
不管是我们现在对于圣经的解释，对于神学的好多的教义，或是教会的礼仪里面，或是对抗当时的一些的异端，都是从他的影响到现在1500-1600年过了，他的影响都还在不同的地方。他的在他所写的一本忏悔录的当中提到说，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放荡子，甚至 也有传说说他有自己的私生子，但是在那个过程里面，一个爱他爱主的母亲继续为他祷告，让他能够做了一个这样的回转。是那个这样持续的母亲的祷告，最终主带领他的儿子回心转意，成为一个被主所用的人。而刚刚我们在更新月刊里所讲的那个刘先生，后来他在服役6年之后，他成为被他信主了，所以成为一个刘弟兄，所以写的这样一个见证。他说出狱之后，他在更生团契的协助里面，就在更生团契里一个关于受刑人或照顾的这样机构里去工作，成为一个工作的人员，而且晚上这个机构让他去继续去读书，去读夜校。后来他这样 边工作边读书，也取得了一个辅导员的身份。现在他在花莲，在那个地方陪伴一些中辍的学生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最后他写说，这几年他83岁的母亲因为脊椎的关系要开刀，他就在那里来照顾。而当在医院照顾的时候，旁边的那个隔壁床的那个太太会说，哇，你的儿子好孝顺哦，这么样来陪伴你。或许在这样一句话当中，刘弟兄写说，回想过去对自己的失望，对母亲亏欠的心情，如今深刻感受到神的奇妙可畏，让我找到我们生命中的缺角。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从母亲怀胎而生，我们一生也面对一个母亲的角色，面对母亲跟儿女的这样的角色里，甚至好些人成为一个后来也成为母亲的角色。我们真知道那当中是关于爱，但是在彼此表达爱的过程跟方法的里面，往往有一些的伤害、遗憾、缺乏、挣扎、压力。对于这些，不管是你是母亲的角色，还是当下是那儿女的角色，我们都可以用祷告，我们应该用祷告来到主的面前，让我们能够从那里来支取爱的力量，也从整个圣经的教导里教导我们怎么样在爱的学习的功课上一辈子来学习这样的爱的功课。牧师摘录了几段有关于圣经里关于母亲跟亲子之间的一些的经文跟应许，好，我们来看。好，那这不只讲到上帝赏赐给我们这些儿女是上帝所赏赐的，但也需要教导他们走这样的正路，而这样的爱就好像是上帝对我们的爱。而这当中也提到做儿女的应该要听从，但也第二句那个接续的讲哥罗西书的23:21说，你们做父亲的，我想做母亲的也是，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而这当中我提到的是爱。或许我们从圣经的经文某个程度会去想，都会想到说，哦，那看到好像看到为我们的另外 的角色说，哦，这句话是应该对谁说的，这要给妈妈看的，这要 给谁看的。但愿神让我们用一种眼光，从圣经全备的眼光来看上帝创造人，创造人跟人之间这样亲密的关系，希望人就从自己的角色，从神的眼光帮助我们去照光照我们所说的不足，而让那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再一次在主的爱里面得到修复跟建立，来建立出一个合一的亲子关系，因为神的爱的关系让我们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最后在结论的时候，
要从上帝的，从今年灵修年里面的母亲节，牧师也在想，那是什么？是否在我们成为一个母亲或是一个儿女的角色，在教会的灵修年里面，因着这份的角色，也是神给我们一种灵命成长的机会。灵命成长机会也在一个家庭关系里，怎么样把这个角色活出上帝要我们活出的样子，而那就是成长。牧师把它做一个类比，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会跟上帝祷告，里面会跟上帝说谢谢、对不起跟请，跟上帝感谢，跟他认罪悔改，跟他请求。而这三件事是不是当我们说也在母亲的当中，是否也是这样？我们谢谢他对我们所做的一切，特别是知道他是那么的有限，也是一个不完美的人，却愿意为我们牺牲付出了这么多。说对不起，是要是当中有一些的误解或是错误或是争吵的之后，我们是否可以找到一种可以表达我们说对不起的这个方式？我相信都有，一定可以找得到那种方式我们来说对不起。那还有最后说请，当然跟上帝说请是许多祈求的事情，我们也可以跟妈妈继续有很多的请求，她都知道，她也乐意给我们。但这个请当中，我们可以请妈妈继续用那个最初的爱爱我们，或是随着年纪增大，我就想到一句那个一首诗歌，一首歌里面说的：“妈妈恰你爱保重。”第一个恰妈妈爱保重的中间，请妈妈要保重的当中，那一种请求，我相信神的爱也透过这样的 thank you、sorry 跟 please 来修复、建立那个重新回到人。我们跟母亲那一种的关系。这个主日礼拜的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习从上帝的恩典去爱一个可能过去有一些彼此的伤害，却能够从当间走出来，来过一个活出爱的生命。而这不只是只有在母亲的角色才有，在教会这个群体当中，我相信上帝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是母亲的角色，上帝也把我们有机会在这个教会群体里，好些比我们年轻 的人，好像成为一个属灵 的晚辈，带到我们的身边，让我们有机会用生命去培育生命。而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去留意，是不是教会里也有一些好可爱的长辈们就在我们周围。可能我们的母亲离我们很远，或是在这当中，但透过我们去关心、去留意、去陪伴这些教会的长辈，也是上帝交付给我们的一个使命。而最后，牧师要用一首儿歌跟大家一起来做结束。好，一首儿歌来做结束。这首歌呢，叫做我不知道，你看你们会不会？好，我们先请那个哲文兄，哲文哥弹一下。这条叫什么歌？有没有 有听过的请举手一下。哦，你们都有听过哦。好，那等下牧师呢，这首歌呢叫做这首歌叫做最后有十二个字哦，就是稀里稀里哗啦啦啦啦啦啦啦，会吗？哦，等下我们要唱一下儿歌哦。这首歌呢，我小时候唱的时候觉得只有一节，还是你的好歌词可能忘。这首歌叫什么歌？这首歌叫做下雨歌。好，然后呢，这歌词呢，我们小时候好，我们看第一节哦。好，淅沥淅沥哗啦啦啦，雨下来了，我的妈妈拿着雨伞来接我。下去是什么？淅沥淅沥哗啦哗啦啦啦啦啦。好，等下唱到这里的时候，副歌的时候，大家一起唱一下。好，那这首歌后来发觉不是只有第一节呢，虽然我们好像第一节比较熟，后来发现呢，我上网去查，它有五节，然后呢，它是一个日本 的人写的，哦，日本人写，所以是原本是日文，一个叫中山静平的。哦，第一节讲到，让我们来看第二节。哦，
他呢讲到说妈妈来接我，背起书包他就回家，跟在妈妈的身后走啊走啊，钟声响起，小学那个钟声响起，好，我们一起来唱那个副歌。稀里稀里哗啦哗啦啦啦啦啦，好好，我们还有三次的机会。好，第三呢，他说：“哎呦哎呦，妈妈，你看那个小朋友没有雨伞，衣服湿了，躲在树下哭。”好，来唱一下。好，然后发生什么事呢？说：“妈妈妈妈，我的雨伞借给他用吧。”小朋友啊，请你进来我的雨伞里，请。哩稀哩哗啦哗啦啦啦啦啦。最后呢，他跟他说：“我没关系，我可以躲进妈妈的大伞里。”好，最后，稀哩稀哩哗啦哗啦啦啦啦啦。下雨天没带伞，是一个小朋友倒数到放学前那种的焦虑，我想每个人都有。而那个在下着很大的雨的场景里，妈妈带着伞过来，那个心中哇，烦恼都解除了。然后跟着妈妈回去，还听到下课的钟声，却看见一个小朋友躲在树下。在日文里，那个树是柳树，哦，不是大榕树哦，柳树你就知道哇，那个落雨，柳树没办法遮雨。但他跟妈妈说：“我把自己的伞交给他，看到别人的需要，勇敢的分享。”而妈妈说：“他就把这个伞交给他。”那个对话是说，最后一节是：“那你怎么办？”他说：“我没关系，我可以躲在妈妈的大伞当中。”我觉得那个诗歌，那个歌，如果整个这样很有情景，一个很美的情景在那里，会看到说那种爱是一种领受了一种爱，妈妈给我，然后他看见别人的需要，他去跟人家分享，而在分享当中，没关系，我有妈妈的爱，我们两个人就一起撑着伞靠近一点，再一起走回去的那一种爱的确信，没关系，我有妈妈的爱，可以一起走。我觉得那个场景里，小时候或是小时候每个人在小学的那种的经验，在原本的歌词里好美哦，不是吗？但在信仰的当中，其实牧师又更看到一个是，不只躲在妈妈的雨伞里，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雨伞，是在那个天父爸爸的伞。他说：“大家都来，我们可以，妈妈也可以用祷告，你的伞可能不够大。”那个伞可能没有办法，雨还会进来，在那雨下的那么大的时候，可以一起躲在天父的大伞的里面一起走，不用担心外面的雨下的多大，我们可以在上帝的陪伴里活出那个上帝要我们活出最美的风景。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最美的风景是他知道那个爱的源头是什么，在天父上帝那个大的伞里面，不管这个世界在那个淅沥淅沥哗啦哗啦啦啦啦啦的大雨里怎么样，我们好像看见天父的大伞撑开了，甚至在妈妈的伞的外面还有一个更大的伞，还可以仰望他。而在那个当中，那个好像500万、1000万的大伞、2000万的大伞就在那里，而基督徒有这样的确信，也是我们最值得跟人家分享的一个信仰。愿今天在今年的母亲节，在上帝的陪伴跟带领之下，我们活出那个上帝要我们活出的那个人当中最美的风景，就是在相信在上帝的爱里面，跟所爱的人依靠上帝的爱一起走一条这样的路。祝我们当中的母亲从神得到这样的力量，也愿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去经历我们有那天父的大的爱的那个伞陪伴我们一起走这一条的道路。默想跟行动
你是否愿意躲进天父上帝慈爱的大伞里面，经历他的丰盛的爱和恩典？要是有什么阻碍跟试探，我们可以来到主面前求上帝的帮助引导，一路走着有天父上帝所预备伞的一条路，何等的美好。而第二，今天在礼拜母亲的礼拜里，你领受上帝以后，你做些什么来回应？牧师留了一个空白的地方，是让我们可以去思想这样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爸爸，谢谢你，你用满满的大伞陪伴我们走这一条人生的道路，也看见我们的母亲也撑开她的伞，要我们靠近一点，支持着我们，陪伴我们往前走。主，我们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你赐下许多爱我们的人，给我们的帮助跟爱。主，我们要求你也帮助我们照顾我们的母亲，也求你挪去那些可能因为在这过程里我们彼此的受伤跟伤害跟伤痛。主啊，求你让我们在母亲节感念你的爱，也感念母亲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许多的爱。主，让我们能够活出有你陪伴之下那个生命中美好的情景，帮助我们。这样是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时我们要来唱回应的诗歌，这一首叫做母亲的祷告。好我们就起立来唱这一首。我来，这首诗歌呢，是一个母亲，当她发现她可能还在小孩还没出生的时候，说她的小孩可能有唐氏症，所以在那个过程里，他们写了这一首诗歌，成为一个母亲的祷告。我们用这样的背景，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成我们的回应。来，听着 baby 的耳语心跳，我不禁赞叹你的奇妙，让你是你所创造。邀请我们每个人能够来到主的面前，献上这样的一个祷告。这时我们依然站立，用这首虔诚奉献我全身，再次表明在主面前全人全心的奉献。
双姐请坐。奉献是基督徒感谢上帝恩典的一种回应，出于甘心乐意的人将经历他丰富的赏赐。教会的奉献箱放在三楼跟一楼的接待处。啊，以下我们再报告以先，是不是我们请我们当中的妈妈们能够站起来？好，好吗？我们当中的母亲站起来。好，那我们一起哈，在威廉牧师的带领下，一起来为母亲们祝福祷告。好，我们一起为着我们在场的妈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赏赐我们在场的这些的母亲，成为他们家庭极大的祝福。求主在这母亲节的日子，让他们从你来领受天父满满的爱，成为他们爱的源头。也求你保守带领，让他们在身心灵上面得到你的帮助，也为着他们的辛劳，主你都知道，求你来纪念。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妈妈们先站立一下哈，那我们招待送给你们每一位，你都看耐心，那请你拿到以后再坐下来，谢谢。麦克风好拿高一点点会比较麦克风拿高一点点。好，我们再一次鼓掌，谢谢妈妈，鼓励妈妈们。好，教会消息的报告。第一项，好，请我们一起来看一个介绍的影片，培灵会。刚才所播的影片就是5月26号，事实上是26跟27整个主日早上也是一个培灵会，盼望兄姐们能够好好来参加。刚才那个介绍影片里面，我们的信心是不是死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由蔡明伟牧师带领。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报告，教会70周年纪念的论文集，那已经出版了，那是日常关于教会部分的日常的一个传承，还有族群的融合。啊，每一个家庭原则上是一本，若你要多需要的话，请你能够签名并写一下你的理由。哈，那要购买或者寄送出去的话，教会有一些的办法，就记载在我们的周报里面。第三个是查经班的消息，一个是创世纪查经班在要来的礼拜六上午，19号那由蔡茂堂牧师带领，那在下一个礼拜天主日早上是由高正吉长老带领以斯拉查经班。第四个，教会有干事的异动，所以现在需要增干事，那相关有许多细节写在我们的周报里头，请各位来看。那若你有认识的那个兄姐们，请你们帮忙鼓励他们来应征哈，那相关的条件等等都写在周报里头。好，第五项，五月是报税的季节哈，那看5月1号刚好那一天放假，所以不少的人去报税哈，不晓得我们报税了没哈。
那奉献证明放在一楼招待处，请大家记得要去拿哈，那作为我们报税之用。那以上是报告的五点。那我们接下来不晓得今天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到和平教会聚会的兄姐？好，啊，没有的话，我们彼此问候母亲节快乐哈。那各位，我们报告事项之后的几项，办公室会试着哈，把它做成 PowerPoint， 或者过去一个礼拜当中有一些的活动哈，包括啊183啊共餐的这一些的，那在各位在享用啊爱餐的同时，会播放给大家看。好，最后我们请一起起立来唱祝福的诗歌，恳求主你引导我脚步啊。唱完以后，请维伦牧师带领我们祝福祷告。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从这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闭会。如果你有需要，礼拜以后请留步，我们的牧长愿意为你一起祷告。